收睇女主持， Hello. 今日繼續有我 Gloria 啦，同埋 Loria 啦，仲有我哋嘅重量級嘉賓、Hello. 就係阿於啦，自中意，歡迎歡迎，大家好，阿於，真係我冇見你一排，你好似繼續咁後生，好靚女。多謝大家。嗱，我咧就第一次見兩位姐姐啦。咁第一次見到兩位女神姐姐嘅時候，其實我係好緊張啦，因為第一次見到兩個靚女喺我面前啦。咁所以如果今日講嘢嘅時候突然之間窒咗咧，咁就希望大家即係多多包容咁樣啦。傾就咁傾啫。咁我哋事不宜遲，我哋首先嚟個快問快答先，好唔好啊？好，好，接受挑戰喎，阿於。好嘅，好，要快喎。哦，好，係，盡量快。係喺街度最多人叫你阿於定係 Sammy 咧？於，你會想？keep 住喺2000年代啊，定係去到 keep 住而家2024年啊？可唔可以一路時間會進行噶？即係2024嘅問題係，我發對唔住快問快答。你可以 challenge 一個問題嘅，即係個問題係2024係停留喺2024啊，定係因為2000年係已經停咗㗎啦嘛？咁、但係我哋向前行緊噶嘛？2024係咁，即係咪2024會繼續向前行咧？即係你想，其實我意思係你意思係你想 prefer 留喺2000年嘅時候嘅生活啦，定係而家2024年而家嘅生活方式咯？哦，咁啊，咁啊，2024咧，因為我中意時間係向前行嘅，向前睇。咁好啦，跟住咧就係俾你放棄一樣嘢，你會揀早瞓定係168斷食咧？168斷食。即係一定要早瞓嘅，一定要早瞓。係好，跟住就係講下你啲歌啦。你覺得大孩子定係發奮最代表你咧？發奮。跟住繼續到我啦。咁你覺得緣更加重要定係瞓更加重要咧？緣分啊嘛。咁緣重要啲定係瞓重要啲啊？瞓即係點解啊？即係有個結局咯，即係最後結果咁樣咯。明瞓咁樣咯。我中意緣，因為我覺得緣起亦都有緣滅嘅。有啲佛學咁樣啦，係啦。咁攞一句説話形容自己。一句説話，一句説話，發奮。你唔知啊？我就諗到做人要開心。哦，呢個好，呢個好，係啦，係啦。咁你而家嘅感情狀態係 single 啊，定係拍拖咧？single。好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快問快答嘅環節啦。頭先我哋講開咧，你咁後生啦，不如你分享一下你嘅保養心得啊！即係大家都好想知嘅，一定。保養嘅心得咧，就係、我首先即係當然啦，即係唔可以話啊，我淨係早瞓啊，飲食要健康啊，咁唔係嘅。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你有陣時做得好辛苦，你咪慰勞下自己咯。你想食雪糕嘅食雪糕，你想飲酒嘅飲酒，你想食零食嘅食零食，咁我適量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喺自己有陣時需要被安慰嘅時候，你做適當嘅嘢啦。咁除咗之外就係、真係飲水啊、早瞓啊。早瞓嘅原因係因為我唔早瞓咧，我啲女兒又唔早瞓啦。咁佢哋又要高啦。咁啊，佢就話：如果你喺14歲之前你唔早啲瞓啦，即係你個等個肝唔知要釋放啲乜嘢休息啊，然後生長激素又要出翻嚟啊，咁所以一定要10點瞓覺咁，所以我就同佢一齊咁樣咯。即係都，你都係咪一路咁多年啊？即係大家可能睇過你新聞都知道你係可能係都要獨立咁樣去照顧佢哋啦。即係咁耐嘅過程入邊咧，即係當然有開心啦，咁但係可能都有啲唔開心。會唔會有啲覺得好困難嘅事啊？或者係成個過程係咪都算係順利啊？我覺得最困難嘅時候就有陣時係一個人去決定佢哋嘅將來嘅時候，即係譬如話。你是一個夫婦，爸爸媽媽他們可能會可以有溝通，小朋友的成長的安排可以是怎樣，就可能有時候是我自己一個去跟想或者問他，他小的時候他不知道，那你有時候會去安排，但又會怕自己安排的東西是錯的這樣咯。因為我們香港讀書的環境始終都有個框架的，即可能大家都會要學術上面達到某一樣嘢，先有某些成績你才可以入到某些中學這樣啦。其實雖然我未必是那些人，但是你都在那個框架裡面，你就要
即係你又要有啲嘢係，哦咁啊，你考試唔該你真係考啊，盡力考啦，咁即係或者你哦咁佢譬如佢成績達到某個水平，咁佢又可以入某啲中學，咁我又會即係到嗰刻我就會諗啊，係咪？即係咪咁行呢條路定係點？即係會喺嗰段時間會不停喺度問啲朋友，問到啲朋友話：你冇咁緊張啦，你冇咁緊張啦，其實放鬆啲啦咁。咁但係有陣時可能就因為我覺得得我一個人決定咯。我曾經覺得自己有機會成為虎媽嘅，但係因為我細女係讀寫障礙嘅，咁所以佢點樣教都係記唔到隻字嘅時候咧。咁我大女其實咧冇乜點理佢，咁佢都成績都 OK 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到我細佬嘅時候，點樣教啊？今日教完佢，聽日又唔記得咗隻字點寫嘅時候咧，即係嗰刻其實好無助嘅，真係每一日都俾老師嗌住你咧，佢又欠功課，因為佢抄唔到手冊，即係佢真係佢模仿嗰隻字嘅啫，但係嗰隻字係唔係字嚟噶嘛？即係佢見到係個圖案咁樣樣嘅，咁然後所以咪成日都甩甩漏漏嗰啲嘢，跟住我真係去到第一個月送完佢翻學，記得小一就係第二。第一個月老師又再日日就叫咗我嘅時候，終於忍唔住淨係喊，即係流淚咯，即係淨係流淚冇聲嗰啲咧，即係我都唔知點教咁樣。跟住後屘到真係佢學校有安排佢哋見心理治療師咧，跟住做啲 test 咧，跟住去 confirm 到佢真係讀寫障礙嘅時候咧，嗰刻咧我就會係哇正啊 ，OK。我不用再教他了，即不用強硬一定要去識字了，因為其實他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夠做到的事了，這一刻這樣，那我又是因為這樣，我又學識了放手啦，你給小朋友自己去啦，所以到我同樣地在我大女身上，我都是覺得即是他逢是考試那些呢，其實他都不溫書的，第二天考試那些呢，那我問他，你真的覺得不用溫書啊？我不用啦，那我 OK 這樣，跟住我就好啦，既然係咁，佢都有信心啦，我相信下佢啦嚇。咁我就就咁由佢哋，咁我就好似放過咗自己咁，冇成為咗一個嗰啲虎媽咯。即係你會覺得同小朋友一齊成長咗多一次咁。其實我覺得做父母都係同佢哋一齊成長嘅，冇話我哋天生就識做父母嘅，真係真係一路學一路做咁樣。一路成長過程。真係要考牌啊嘛！啱啊，其實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咧，其實咧嗰個牌咧。就你願意接受佢係要你要同佢同時間去進步咯，就唔係話呢一刻我係咁噶啦，我永遠就係咁，你永遠都係咁，你個小朋友就係咁。即係譬如話，我以前咧叫佢啊食完飯就要瞓覺啦，咁去到中學大嘅青春期嘅，大家都會突然間佢嘅自己嘅性格建立咗嘅時候，佢一定會唔聽你話。即係你要接受佢，而唔係一個佢你講某啲嘢佢一定要聽嘅時候，就反而係你要。你要慢慢都要即叫做進步咯，做父母咁。同埋都要好多時要好多溝通啊，都要花好多時間去交流。咁其實對於譬如咧即身為一個單親媽媽啦，咁再加上可能女女咧有少少即讀寫障礙咁樣啦，咁其實可能咧呢啲嘢都點都會有啲壓力嘅。咁其實你會唔會揾到啲政府會唔會有啲支援啊，或者有啲組織？係可以幫到你咧，有冇試過尋求協助？其實咧，香港咧嘅一般嘅學校啦，即係你以我所知，即係叫做政府無論係資助嘅學校啦，佢哋叫做咁，其實佢哋有一個教育叫融合教育嘅，咁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因為啲對小朋友叫 SENS 嘅，咁就係 SEN 啦，咁有好多個種類嘅，有啲係讀寫障礙啊，有啲係。少少輕微的專注力不足，其實還有很多樣嘢，咁佢都會計落去呢度。咁佢覺得你不是很嚴重的話咧，佢就會俾你在正常的即係唔係佢哋唔係唔正常噶，只不過係只不過會普即係同一大班小朋友同一個津校裏邊去學習，即可能會有一個小組或者係有啲老師去 take care 佢哋咁樣。嚴重的可能會坐在你隔離讀俾佢聽，但係其實正常佢哋嗰種咧就係可能去考試默書嘅時候，佢會有長啲嘅時間，或者佢哋會去另外一個課室。一堆小朋友就有半個鐘嘅調適啊，佢哋叫做調適嘅考試調適，咁就俾佢哋，佢哋需要花嘅時間耐啲咁樣樣考，所以俾佢考耐少少咁樣。明白，好佩服阿於，其實你本身作為一個事業女性咧，對自己好有要求啦，一方面顧住自己工作啦，另外一方面都要照顧自己嘅小朋友啦，去培養佢哋啦。咁我想問點樣 balance 翻你自己工作啦，同埋家庭啦，同埋喺你工作上邊，你覺得而家工作嘅狀態係咪你自己滿意嘅一個狀態咧？
我工作的狀態呢，始終呢，我就可以分享啦。我工作其實正常我會翻一份 office 工啦，咁然後呢，有時幕前的工作會配合我時間啦，可以做到就做啦咁樣。咁始終我自己都係一個女人去養住兩個小朋友呢，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能夠做得幾多呢，即係我家嘅資源嚟㗎嘛，就可以俾到我女兒有幾多。咁所以我只可以就係自己努力啲做嘢啦。咁做嘢梗係有壓力㗎啦，係咪？做嘢梗係會遇到困難，亦都會辛苦，亦都會難過，或者有陣時總會覺得不被人欣賞嘅時候。咁但係其實你要調節自己內心嘅啫，都係。咁可能我會 take a time， 有時候真係唔得，我會同我兩個女講，今日我約咗朋友出去食飯。我去散下心，或者晏晝嘅時候我要出去 take a lunch， 我自己一個出去食嘅，咁行一行咁樣，其實係自己調節自己嘅啫，咁樣咯。咁其實咧，嗱，而家我聽你講咧，女女好似都十幾歲、十零歲嘅咯喎，都大個，咁即係可能變咗自己時間咧就多翻啲啦。我頭先講嗰啲 me time， 咁係咪都變相？我見到你最近呢兩年多咗啲幕前嘅工作啦、拍攝啦，係咪都好 enjoy 拍攝嘅？都好仲係好中意熱愛呢個幕前工作。咁啊，加多個 follow up question， 即係你作為一個好全能嘅 artist 啦，你覺得你更加 enjoy 做？就是做演員啦，或者做歌手咧，同埋咧呢一排我都見到佢有突破啦，就係參加咗真人 show 啦。咁我都想聽下你嘅分享咯。其實咧，就你問個問題，我要消化下先。喂，我咪代理代表，其實我想繼續聽你唱歌，不如繼續唱啦。其實咧，我自己咧發現咗近啲排咧，我好似有。越是有些人去望實我咧，一大扎人望實我咧，我就好像很緊張咁樣。而家咧，而家係咪？咁唔好望住你。嗱，我哋望前邊啦，係咪？但係有鏡頭前面就好啲嘅，即感覺上我好像淨係同鏡頭的溝通，或者同你哋溝通咁。因為始終我哋可能我 focus 咗喺我呢個圈子圈裏邊。咁尤其人越嚟越大嘅時候，我發現咗我之前唱歌可能係我只係進入咗做娛樂圈呢個渠道。咁當然我好珍惜過往嘅機會，亦都真係好難得。你話唱嗰幾首歌短都仲要有，仲有人會仲會有人會聽，仲有會有人中意，真係好難得。因為即越年紀越大，先發現其實好難嘅呢件事，即係好難得有幾首歌大家會仲係會中意，一講可能你就係邊幾首歌咁。我覺得係好困難嘅。其實喺娛樂圈裏邊，你好難得，你要做可能碰好多嘅機會，做好多嘢先遇到一個好嘅角色、好嘅劇本咁樣。我覺得人生當初開始嘅時候係真係喺我細個嘅時候遇到一個好幸運嘅事。咁但係隨住年紀的增長，點解話我除了驚咗有些人望實之外，其實就是因為我有時會覺得想唱歌，而家的歌係很多時候不知道我去到而家呢個年紀咧，我很難去唱失戀歌啦。可能你只可能唱一些勵志的歌啦，咁你又不可能首首都好勵志噶嘛？冇錯，係啦，即係反而我記得早嗰兩年喺出到二十年嘅時候，自己整咗一首歌嘅，都係講自己嘅經歷，即係高山低谷啊。然後而家面對所有嘢啊，可能係答即係會點樣睇法？咁但係只係即係你唔能夠重複又重複，都係呢啲意境嘅歌噶嘛。咁所以係所以反而 focus 咗會翻係幕前嘅嘢，因為幕前其實而家嘅時代進步咧，真人 show 呢件事咧係以前比較少噶嘛，係咪？以前啲綜藝可能都係一個框架裏邊你玩遊戲啊，但係而家呢個係真係比較真實咁樣俾人了解自己多啲啦，或者我透過鏡頭我更加了解自己咁樣。咁劇集都會拍下嘅，但係除咗真人 show 啦，見你之前都會有啲唔同嘅劇集，嚟緊係咪都會繼續接多啲咧？我其實都是隨遇而安的，譬如話啱啱嚟緊拍緊嘅，可能是一個支線嚟嘅，一個故事一個有個台嘅外判劇嗰啲咧，通常可能佢需要有很多支線去包住個人物 ，main 嗰個人物嘅，咁我就是其中一個支線咁樣樣。咁我覺得幾好喎，我成日人。我覺得點講咧？年紀大咗之後，就會想做一啲叫做喺個故事裏邊係一個幫助者嘅呢啲角色咯。係即係唔會再想唔係話做主角咁樣，反而係嗰啲角色裏邊其實都有佢嘅用處咯，反而會睇咯。咁呢個用處幾好喎，原來我嘅存在就係為咗顯示嗰個男主
佢嘅價值觀嘢，咁我又覺得、我又覺得有趣嘅，係咯。都幾好啊！咁仲有其實除咗朋友啦，咁、你都好多時間同女女即係幫佢做下功課啊，帶佢周圍玩咁樣噶嘛。有冇話最近佢要即係去邊度啊，做下功課啊，幫手？嗱，我女咧就係、一個deadline 主義者嚟嘅、我都係。係嘛？我都係暑假最後的時候才去做暑期功課。咁我記得去做暑期功課就要去拍一啲，一係你就去 research 一啲有歷史嘅地方咁樣做拍個 vlog 咁樣。咁所以就帶咗佢去大館啦，香港大館。咁點解咧？就係貪佢嗰度又間唔時佢會搞一啲藝術展覽。間唔時佢裏邊亦都真係有一啲，即係佢有個大樓嗰邊咧，係有睇下佢撞啱有邊個藝術家喺度咁，就有現代嘅嘢啦，跟住再有一個舊嘅建築啦，然後點樣樣融合咗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啱㗎啦，你去嗰度啦。去嗰度啦，嗱聲拍啦，要交功課啦。好地方，因為佢係好豐厚嘅歷史啦，跟住又個 building 又好靚，亦都拍 vlog 都靚啦，拍 vlog 又靚啦。咁同埋嗰個即係嗰個環境，你好多故事可以講噶嘛，即係佢要功課，佢要有文字噶嘛，除咗 vlog 之外，即係佢仲要啲字咁樣。咁然後咁我就咁諗，咁就叫佢我哋一齊去啦。一齊去嘅時候，佢都好好，佢仲問我：我想唔想幫你影下相啊？咁我話：我唔使啦。我諗冇記錯，應該係一個前嘅監獄嚟噶嘛。係啦係啦，佢係域多利監獄啊嘛。咁以前就唔開放，咁而家佢就開放啦。咁其實佢裏邊都好多餐廳啊、bar 啊，好多啊。近期仲喺嗰度食咗兩次雪糕，好 chill 啊！好 chill 啊！我自己最中意係佢下邊有個位係一個 open area 係咪？嗰個 open area 咧，其實如果冇人嘅話咧，佢啲凳咪好 colourful 嘅。啊，係啊，係啊。其實你喺高處，如果冇曬人嘅時候，你喺嗰個影嗰個環境，我覺得嗰個位係幾即係幾可以幾好睇嘅，幾靚打卡㗎係咪？係啊。其實除了即係香港，其實咧好多不同的舊嘅建築係活化咗做嗰啲新嘅嘢啦，即係例如仲有尖沙咀881啦，其實佢之前係一個水景嘅一個基地啦，所以其實881大家係咪都有去過啊？通常去食飯多咯，外餐廳咯，係啊，咁都同埋以我所知話嗰度好嗰間酒店係。仍然保留住嗰、那個佢、以前嘅嗰啲木建築啊，好正啊，係啊，所以好似話得個十幾間噶嘛，係啊，都小房嘅。之前梅艷芳嘅展覽exhibition 嘅時候，其實都係嗰度有開放出嚟咯。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嘅，譬如話啲 show 啊、電影入邊用嗰啲服飾咁樣，咁所以個地方都可以攞嚟做 exhibition 啊，或者一啲 gallery 咁樣咧，係一個活化好好嘅地方。我覺得香港應該要繼續去保留舊嘅嘢，亦都有加新嘅。所以就會即係先有更加多嘅吸引力，去希望多啲人嚟玩咯。其實講開遊客啦，即係內地客多啲啦。你哋都多唔多翻去內地啊，或者係深圳啊近啲嘅地方行下咁樣？多，得閒都會翻去咯。我最近一次就係祭祖嘅時候，陪我爸爸，都好快，因為我嗰陣時就我表妹揸車，佢有嗰啲港車北上嗰啲咧，咁就途經珠海咁一路去，咁都成。以前細個搭巴士翻去，我記得都成兩個幾三個鐘，而家好似個零鐘頭翻到去啦，係啊，好快。同埋佢哋嗰啲科技好先進啊，即係我試過係帶 cash 去咧，反而係買唔到嘢咯，即係佢可能冇一部機，係佢反而係得嗰部機要可以 do 啊 WeChat Pay 咁樣，佢係唔收 cash 咯。其實好耐之前咧，我喺火車站咧，因為嗰陣時我都未裝呢啲即係交易 apps 咁樣樣啦，係啊，我淨係有現金啦，去買嘢食啊，我已經見到那個收錢的人是不唱散紙幣，不是啊，是好像你竟然要我唱錢咁樣，即係呢個位置哦咁樣，好多年前的了其實已經是係啊。已經我佢即係佢嘅文化已經係即係會覺得用 apps 啊或者用嗰啲方便好多，支付電子支付方便好多。係，我覺得而家最 shock 嘅位係即係內地唔單止係電子支付好發達啦，而家嗰啲交通工具咧都開始有改革咁樣，即係而家開始有冇聽過無人駕駛車？我睇新聞有見過。係啊，其實你哋夠唔夠膽搭呢啲無人駕駛車咧？即係完全係通過 algorithm 咁樣可以自己自動咁樣駕駛，其實你驚唔驚？我相信其實如果佢推出得嘅話咧，其實都應該
有做過個 test 嘅，即咁應該係會佢自己會 bear 到佢會負啲咩責任噶嘛，所以我咧我覺得佢推行得其實應該已經安全嘅，係啊，即佢唔會覺得可以試下，可以試下，係啊，我都覺得係，係個好好玩，難得呢啲咁先進嘅科技，但反而係我反而覺得係好似好難接觸，我唔知點樣 book 啊，定係要點樣去。去揾佢咁樣咯，所以呢個要做多啲功課先。好似用嗰啲 apps 咯，或者用啲小程序，佢啲叫小程式咯，即係少少 scan 下之後就可以上車咯。同嗰啲巴士話，哦，我要去邊個地方？哦，即係好似租一間車咁樣，類似咯。哦，真係好方便。咁就好方便，即係佢泊咗喺側邊㗎啦。咁我哋就捉佢咁樣。係上車，然之後落車，佢自動知道啦。哦，你喺呢個站會上車，呢個站會落車咁。咁其實我都好好奇啦。咁如果你有個時光機可以翻到過去嘅話，你會揀翻去咧？回去首先我的女兒在那裡嗯你可以選擇要是可以的、啊、嗯都不知道其實我都不知道你覺得你的時光機回去之後你會不會再重新有你的女兒呢、哦、應該會、啊、我想我會我會留在現在繼續進行我現在的這個 timeline哦，即係唔會想翻去過去。原因係因為我過去發生咗嘅嘢，先會做成立成就到而家嘅自己。即係譬如如果我唔係有經歷過過去婚姻嘅問題啊，或者我個女兒一路嘅過程啊，即係我或者我事業上面嘅唔如意啊、失敗啊，其實我唔會有而家嘅自己去睇事情噶嘛。即係或者我唔會有呢個處理嘅能力去。去面對困難的、嗯、即我覺得要有而家的自己，一定是有必先有舊嗰個你嘅，咁、嗯、所以係咯咁樣。咁你覺得人生的轉捩點喺邊度？人生的轉捩點啊，某程度上我覺得是離咗婚，然後一個人去面對小朋友的未來，自己的未來。過去的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比較依賴人哋點睇我的人。咁、從來揾唔到一個位置欣賞自己嘅，而家係會覺得啊，其實我都搞得掂啦，我做到啊，縱然我未必做得最好，但係我都已經好叻女咯喎，安慰下自己咁嗰啲，即係會覺得反而自己嘅即係裏邊嗰個價值觀係因為過去嘅發生，即係離婚咁樣婚姻有呢個機會，我可以自己去。成長咁樣，好啦，今日多謝阿於咧咁精彩分享啊！咁我哋咧今集不如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集再見啦，繼續收睇我哋嘅女主持，同埋記得 comment 啦、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呢條片喎。係啊，大家要多多支持阿於啦 ，thank you， 拜拜。